很强劲的一个滚地球，然后有一点，哎呦，哎呦，是他的手背，哎呦，糟糕，这个反弹打到了吴念庭啊，防护员要赶快上来，这是安打打到头，哎，哇，打到脸啊，糟糕，这一个是打得很强，但这个弹跳最后，哇，这个要先送医院啊，嗯，这个球是打到眼睛的那个位置吗？哇，这个赶快弹，担架就立刻凉了，那他还是选择侧手要去接，嗯，弹跳起来呢是碰到他的手臂，再弹到眼睛呐，那现在洪总已经在马上做即刻的调度啊，先把要换的这个稿子，然后现在围起来哈，请队友，好，这也是后来我们在体育赛场上常常要看到，就是避免受伤的这个选手啊，暴露在镜头下。对，还有，因为这应该是蛮严重的哈。嗯。现在应该。现场是掌声，这一定是要立刻去送医院了，嗯，不管如何，击中的那个位置是蛮危险，而且当下吴念庭就蛮痛苦倒地的哈，还是一样。